身邊的朋友和同學都說航空青年團的訓練特別嚴格，所以我想挑戰自己，而且我在體能方面的成績不太理想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提升自己在體能的方面。當我們有進步的時候，上級就會稱讚我們、鼓勵我們，令我們更加有動力。同時我們也很期待每次 meeting， 因為每次 meeting 都會有不同的活動，每一樣都令我們獲益良多。我繼續留下的原因是因為我真的很享受這個過程，而且每一次完成每一個訓練之後，亦都會很有滿足感和成功感。而上級亦都不會淨係懲罰我哋，當我哋做得唔錯嘅時候，亦都會稱讚我哋。好似 open formation 嘅時候，我哋制服上有問題，上級就會指出我哋嘅錯處，令我哋意識到自己嘅不足，去進行改善。